今天带大家来看一下少女偶像吴亦菲的房间是怎么样的呢？好，我们现在开始拉大。为此我还特地收拾了房间。然后啊，垃圾桶就不要理它。哎，对，这是吴亦菲的书桌。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吴亦菲的房间透露着一种杂乱中还井井有条的感觉。现在我们从每一个角落开始介绍起。我们先从桌上开始吧。先我们从上到下，这就是吴亦菲的，就是放她一些杂物的东西。哎呦，妈妈，看粘的不牢。然后呢，这边就是，哎呀，好大一个手。这边就是护发精油，然后还有牙线。你不要掉下来了。对，然后这些棉签啊什么的。然后后面还有这个两罐墨水，一罐是我自己买的，有一罐是粉丝送的。然后这边有瓶小香水，这还是我第一年来广州的时候毕业生送给我的那个生日礼物。哎呀，不管，等会再整理。然后呢，这里后面就是很多一些灯牌啊什么的，这是西仔的灯牌，然后这是我们队的钥匙扣都在这儿，然后这是梳子啊，然后保湿的一些东西。然后它的旁边就是一个，我会就是一出安排我就会写在上面的一个表，就可以就是很明显的能看到上课的时间，这样就不会缺席排练，就不会迟到。然后再上面就是我的生日的横牌，羽翼已成非同凡响。又嘴瓢了，但是我怎么感觉应该是羽翼初成非同凡响呢？已成有一点那个。然后在上面就是那嘉兴路粉丝给我带的 S 队就是重生计划首演的时候的这个牌子，凡事过往皆为序章，涅槃重生不负众望。不负众望是我们 Fiona 最后一首歌，有一点甜，硬糖我刻下去。然后再下，这也是粉丝送的。哎呀，看它夹住不一掉。然后这是我的，然后呢，这是我平常用的一个水杯。然后这是我平常用的充电宝，你看只有在录视频的时候它才能这样子好好的放在上面，它平常的样子都是随便就被丢在了上面，你们应该可以知道。这是纸巾，这是一个充电板，这个应该大家都不陌生，这是我的当时就是吃饭很容易掉在衣服上，然后买的围兜，用了两次嫌麻烦再也没用过。然后这是粉丝送的那个一个这个东西，我就放在这边，都是一些杂物啊什么的，就没什么。然后这是一瓶洗眼液，然后这是水杯，这是一个刀叉，然后这边就是平常有用的这个碗，就是有装些东西吃啊什么的。下面看，这就是吴亦菲的所有的文具类用品，因为平常很对这些文具类用品就是很感兴趣。然后这边有一个灯，是原来可以这样放在上面的，然后现在就可以拿下来当补光灯使用。然后这边这是一个削笔器，然后这是我平常就是我今年份的手账，嘿嘿，好看。然后这个就是一个笔盒，就没有什么不一样的笔盒。然后呢，这个是我平常会用的那个，这是我平常会用的梨形纸，上面全都是胶带什么的。然后这就是我的水彩本。我水彩本给大家翻一翻，简直是一个垃圾的那个，就很垃圾化的，还在摸索中，就这样。就是有一种小学生水彩，大家一定猜不出这是什么，这是曲奇，哈哈，就画得很垃圾，但是我会经常的去练习它。然后这边就是有一打深柱卡，就是没有用的深柱，还没有一开始用的深柱卡，但是我已经提前布置好了，就以防忙的时候不时之需。然后这边也是我放一些胶带的本子，然后这一本是我平常拿来就是摘抄一些我觉得写得很不错的句子的本子，它还没有开始写多少页，这是我以前的手账本，就写的垃圾就不给大家看了。然后这是平常上课啊什么会用的，这就是平常上课会用的本子，然后就是随便买了一个本子，就是记录一些声乐课啊这些的东西，就这种声乐课视唱练耳的这些作业的本子。然后这本是我的站位本，就是我平常就是保证，既然要保证每场公演都上，所以要练很多个站位。然后这就是我的一些站位本，这边全部都是，写的一些站位，很多成员的站位本都是这么写出来的。然后这是我以前用的一本类，就是手账，也是旅行手账的一种东西的，我拿来做旅行手账用的。然后你看它这边都已经用破了，而且它还有点爆本。然后这是粉丝送的，然后我那边上面的这个东西就是从这边撕下来的，然后这边是
乐谱本，这是什么？这是平常我练字的本子，然后这个也是那个练字的本子，然后这些是一些的纸，对。然后关于本子这一类的，就是你看这边还有一些画画的一些东西，嗯，这一块就介绍完了，这边都是我的一些本子类的东西。然后下面你看，毕竟还是一个少女偶像，然后就还有那些小发卡呀，然后这种小皮筋，然后这种的。然后这一格是刘丽菲送的，就很直男的一组发卡，我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去夹她的发卡，但是我把它放在这。然后这些也是一些可爱的一些发卡，毕竟还是一个少女偶像。然后看这一格吧，这一格这边就是我镜子还有卸妆棉，然后这边里面就是一些就是化妆用品吧，算是比较经常用的化妆用品。然后这边就是我平常画水彩的时候我就拿它装的水。这边有三个这个柜子，然后呢这边有个我买的这个暖风机，它风力还是很大的，对于就是我们住在一个非常的就是比较冷的房间，然后就是平常广州比较潮湿，所以就会买它。然后呢这边就全是一盒的这个胶带，这边有一盒，有大半盒都是粉丝送的，我的粉丝很懂得我的喜好，然后就是他们会送我这些，然后很多这种故宫胶带啊什么的，但这些其实实用性不是很高，就是观赏性收藏性比较高，这种紫禁城的节气。然后这边一盒全是这个胶带，我这边还有一小盒的这种常用的一些胶带，我会放在这儿。然后呢我们先把这个暖风机给放，妈妈。然后呢这个拉出来也全是手账的用品，因为平常就是课余很喜欢做手账嘛。然后这是贴纸啊，这是胶带啊，就这种的，这也是这种贴纸啊什么什么的贴纸，对，所以它就是贴纸。然后这两个这个盒子是从中泰淘宝，哦不是，中泰某宝高元静前辈那买的。然后下面一个盒子就是暖宝宝，装暖宝宝的，还有牙套，就装暖宝宝和牙套的，就是它平常如果散出来的话就会比较杂乱，我就专门用这样一个盒子去装它，这样就会比较好。然后呢我们看看这边桌子的这个旁边是什么，其实这边都是一些杂物什么的，这是那时候借给妮妮的游泳镜，然后这是我的小钱包，其实这些都是一些杂物，就没有什么可看的。对，然后这边就是我的觅食区域，但是我最近都在减肥。然后这是草莓少女偶像，就是草莓味的，然后还有根香蕉促消化，然后这是你们送的这个小猪佩奇。对，然后可乐打算我的等我B50之后再去喝它，这算是我的一个精神的奖励，我每次想要去开它的时候我都会想着不可以。然后从这边上面下来之后，这是一个这个乐高，就是这个乐高我都因为拼下来还是蛮难的蛮麻烦的，然后也没有空去拼，然后就没有再拼。然后这里面就是我的一些这种筷子类的东西，然后这就是口罩，少女偶像上班必备口罩。然后这是很多手机壳，就是 GGB 的，然后这边全是手机壳，我是一个手机壳富人，全是。然后这边下面就是一些隐形眼镜啊，隐形眼镜水啊，然后这种的小白鞋，然后这是那个雨伞。然后这几个盒子都是空的，没什么作用，这边是放一些我之前的一些就是手机的线啊什么的，就是数码类的那一框，就是这样。这边的柜子的旁边就是这样，哎呀这个板它都已经掉了，它还是我出道的时候从那个花篮上拔下来的，就是这个祝吴宇辉首演成功，它已经掉了，先把它放在这，我待会。然后这边也都全部都是这种化妆啊什么之类的用品，就这种。这边是维他命，这个也是差不多的药。然后这边全部都是，然后这边里面都是我的一些便签吧，就是做手账会用的便签，就是我有这么多，就这种，先放在这。然后这边这就是我的化妆包，旁边是夹板，然后这是一顶，就是熟悉我都知道这是我的小黄帽。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架子啦，这个架子还是从阿彪前辈那边买的。然后这边都是一些粉丝送的这种东西，哎呀别掉，立住。然后这边也是粉丝送的，然后这边还有一些当时高考的时候带来的书，就这种。哎呀什么东西掉了，接下来就是这个架子，这边上面是这个，然后接下来这边一筐全部都是你们送的，就是这种小玩偶，它全部都挤在这一筐。哦好大一个史努比什么的。然后再下来这边就是纸巾，然后放在这，然后这边也是之前然后我爸妈当时给我捎来的这个红枣，我真的我至今没有碰它。然后我们再下来就是这边是两个这个易拉宝，我已经忘记是什么的易拉宝，反正当时就拿回来就把它立在这。然后这边是一箱的大闪，就是我自从出道以来都不缺大闪，然后我已经派过好几次大闪了，希望下次还有机会。
可以让我省一下应援会的经费，然后可以派大山。然后这边全部都是礼物的一些盒子，就是包装太精美了，舍不得扔，然后就放在这儿。这边是长的大山，对。然后这边下面这个是，这是给胖胖买的，等到时候前辈来广州了就给他。然后还有给胖胖买的一些东西，然后这个也是当时嘉兴路粉丝给我带的这个重生计划的应援袋，我也把它好好的放在这儿了。然后我们来看看这边，我这边还有一个这个，这一块东西是干嘛的呢？我们先把垃圾桶踢掉。然后这一个箱子就是粉丝送的礼物，其实我都拆开，我都有看过你们的心意。对，这些全部都是有粉丝送的这些的，然后这也是你们送的，是我都有拆开看。然后呢，就这些都放在这儿。嗯，前辈的生写，然后就是那个生日的时候，然后大家写的，我都一封一封的拆开好好看过，然后我就把它整整齐齐的都先放在这儿。对，这一箱就是粉丝送的一些小物件呢，小玩意我都把它放在这儿。然后这一袋子我永远都不会打开使用它，因为这是我们佳姐给我的成人的生日礼物，就是这一袋东西太刺激了，不得了，我可能这辈子都穿不了的一件东西，就我们佳姐不得了。然后这是我爸妈给我带的这个蜂蜜，就先放在这儿。对，然后我是一个包包妇人，然后这些是大的包包，我就把它放在这个格子里。然后这边全部都是我的一些什么水彩啊、印章啊，然后就水彩的这些东西，就全部把它放在这个格子里，还没有放满。然后这边下面就全部都是，看，毛巾，无非的一袋毛巾和二袋毛巾，什么时候都可以抽奖，然后送给大家。听说我的一袋毛巾已经绝版了。然后这边也是粉丝送的拼的一些东西，然后下面也都全部都是一些杂物。这边是一个药箱，就下面全部都是药箱，就是都是装药的，都是我爸妈给我买的这种的东西。然后接下来这里就是我的睡觉的，我的温暖的小窝。看这边有一只生不如死的狗狗，嗨，你还好吗？我看它不太好。对，然后这边有个衣帽架，就是一些帽子，还有我有很多包包，是这种小的很可爱的包包，因为平常看到这种小可爱包包就会想去买，不知不觉然后粉丝也送，然后就攒了这么多。然后我们走进来，哈，坐下。然后这边就是一个衣架，上面全部都是这种衣服，就是我近期会穿的衣服我都会放在这。然后下面也是，这边是制服的裙子，就它不好挂起来的话，它的褶皱就会变得不好看，我就把它全部都把它叠在这儿。然后呢，看，然后接下来看过来，这边就是 我床边的这些小玩偶，我有很多小玩偶，这些然后都是粉丝送的，我还有一些就摆在那边架子上的。然后这边大一点的小玩偶就放在这儿。然后这个是闹闹应援会送的那个抱枕，然后这个也是当时生日的时候买的很大的。然后这是左嘉兴的喵喵，哈哈。然后这是当时 ZKG 的左星他去重庆的时候给我买的，我还放在这儿。然后这边全部都是一些玩偶，对。然后呢，再看上去我买了一个这个架子，然后上面就加了一些东西。然后那边就是和猪猪的那个，这边就是拍立得。然后这是猪猪，这是小钱前辈，然后这也是，这是总选的时候，然后我就把他们都夹在上面。然后这边就是毛巾，看一溜的毛巾，这是谁的呢？这是林芝吗？这应该不是林芝，我忘了，这是我们队的。然后这是好像是左家的吧，左左还是左家的。然后这是那个什么扣爆你三千的，这是我两年前买的小钱前辈的那个毛巾，我就把它挂。这好像是宋雨山前辈的。然后这是灵芝的，这也是我们队的。然后这是我的一二版的毛巾，然后这是 GND 的毛巾，然后这个是，这谁？这是闹闹的毛巾吗？我记忆有一些错乱。然后这是梁婉玲的，然后这是偶像人计划的，这是叶小梦的，然后这是生日签的棋子，然后接下来就是我的床铺，我床铺就是这样。然后呢，我床边有一个这个床边桌，然后上面放了两本书，然后这是发带，这是平板，对，然后我的整个床就是这样。然后这条黄色的浴巾是当时觉得好冷，然后加上去的。然后这一个就是我的粉红色毛毛虫，对，然后这是我被窝的一角。对，看起来很多东西，但其实把它规放的井井有条的一个角落。对，就是这样啦，差不多结束。